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上班网友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：幽冥录》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呢，我们会有主线关卡阿比岛千亿中南尾。那三集呢，我们只要进行这个关卡，我们就进入一般结局。那这个一般结局呢，就是接回《侠客风云传前传》的开头故事。好，那大家不觉得这个结局有点不像是一个完整的结局吗？所以在幽冥录这部分一样有放上一个隐藏结局。那隐藏结局呢要怎么开启呢？就是我们在可以进行主线关卡这个阿比岛天意中南尾的时候呢，我们用打探的方式，然后打探一个关卡出现。当好，可是这个打探不一定会每次都出来。OK， 有了，主要是这个自由关卡，北顿传龙宫申疑云，阎罗关闭海外的同时，丰都各大投影亦不得闲，各自为了复原丰都实力而努力。孟婆谨记阎罗临别嘱咐，多方奔走，暗中留意帮中动静。这日，他来到东海分舵。好，我们存个档。看一下哦，之前有存档吗？有，好，再存一个。OK， 来，这个主线关卡，自由关卡。敖洛主可在？哈，妹子，你可回来？帮主如何？孟姑娘，海上可是一帆风顺？你怎么会在这？木莲找你一步之后，金国归来。据他所言，以后金国接盟的事十分顺利。后金国的组合叫什么赛王爷的，还直接派遣一队精兵来支援咱们。孟姑娘，或许你我之间的嫌隙没那么容易消除，但如果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够证明对丰都的忠诚。后金国上有后续事宜商讨，敖舵主，木莲告退。我知道了，来人，被传送木莲出海。是，妹子。对，虽然这尼姑长得妖里妖气，可我看他跟黑虫罗网不共戴天，做的事却也是为了咱们弟兄在打算，大可给他一个机会。女人是很会骗人的，咱们初次见面之时，你也不险些栽在我的外表下。那是老师那时怎晓得你武功如此了得。他独自一人缔结了盟约，咱们并无一人在他身边，也不知他和那三王爷究竟谈了什么条件。这倒是。舵主不好了，海沙帮熊帮主来信说咱们约定好要送过去的火药没有准时出现，骂咱们不守信，要来寻咱们考公告。什么？快给老子查查是哪艘船负责运送的。和海沙帮的交易出了乱子，敖广，这可不常见啊。别说什么不常见，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鸟事。喂，到底找到没？哪个船团捅了老子？舵主是庞龙号货的运送的。你派出信鸽撵入东海之上的校船，但他们到底溜到哪里去了？你赶紧备船。船团的航路在何处？这火药产自东方海岛上的基隆山，庞龙号应该从东方北上至长江口，至长江路洞庭湖海上帮总舵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莫不是碰上什么海盗和倭人？黑总的话，那倭贼自从给帮主砍得落荒而逃之后，倭人就大举退出了东海。如今这东海之上全是咱们的势力，寻常海盗哪敢打丰都的主意？舵主，船备好了。好，我们上船。妹子，我们走。敖广等人扬帆出海，追寻船长下落。不过数个时辰，信鸽便捎来了新的讯息。舵主，艘船来报，发现了庞龙号踪迹，骑过长江口而不入，直往北方而行。往北？他妈的，那些小子简直是给海风吹坏了脑袋不成？另有一报，数艘快船自长江口驶出，紧追在船长后方，上头飘着是海上方的旗帜。哦，所以在那个我们上一集呢，上完也好像有那个火炮兵支援的时候，有说东海分舵的火炮真厉害。所以应该就是指这艘船被
送去三王爷那边了。想说你把急性子就很能冲马里一般坐不住，给老子转马帆，怎么要赶到海沙巴之前到达船团。鬼众们依令张开帆满帆，在强风推送下，敖广等人乘坐的龙宫快船犹如一只脱旋飞箭般向北破浪而行。你们做些什么？不给老子停船，老子的身体都给你们这些兔崽子给搞砸了。冒牌龙宫帮众，海龙王，才有火药被想开溜吗？你们如何对得起其他？敖广，敖广，我还未说完，突觉左右风声迅起，竟是两把钢钗刺到，当即一个下腰，先险劈过，右腿踢向其中一名偷袭者的后颈，听得咔啦一声，那人椎骨断着。登时毙命。另一名偷袭者哭噜一声，钢钗落地，喉间不知何时多了一只钢簪，慢慢软倒。混账东西！你们，敖广，敌人的埋伏。舵主，这是怎么？杀了他们！哼，瞎逼现象也敢欺我海龙王，哪个敢上前？瞧老子把他踢下水喂鱼去！狂色小，靠北！狂色小，神秘组织假货。OK， 长白长正。在天边买塞了蛋糕，哼！慢着，自己人啊！哎呀，你早说嘛！啊，嘿嘿嘿嘿。舵主，大伙分不清楚谁是谁了。他妈的，都一块干了多久？说不出对方的言吗？认不出对方的言吗？给老子稳住！大家真很烂耶！那小兵真不可靠。哎，翻江。去死！慢着，自己人呐、啊，自己人呐、啊！要是有什么方法，配作音。要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拿他们区分出来，有什么方法？看简介啊！单体技，神龙五天脚。我都要打赢你们了，你们。忘魂酒，你呢？还有一只。那敖广，你言而无信，谢老子不识字吗？老子要的火药，奶奶的胸天吧！没看老子正为你的火药在拼搏吗？有空才拿朗，不如自个抢回你的火药。帮主，瞧他们自己人厮杀成这样，这是什么状况啊？他妈的一团乱，我也瞧不清，不都是风渡人吗？咱们见人就杀，把船给抢过来。啊，弟兄们，咱们杀！敖广，龙宫的招式。啊，妹子，你说什么？衣服能换，但招式一时半刻可学不来。是的，小子，都给我看仔细的，对面哪个不会使掌纹招式的，就给老子玩实力的。你使的这是什么假货？杀、啊！
给我劈了他！给我劈了他！我快打赢了、欸！大伙上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颜色瞧瞧。噔噔噔，好啦，这看起来这些熊天霸要干掉他们。因为他们是中立敌人，所以应该还是要把他们干掉。然后奇怪，他怎么累格一下？飞雪烟雾弥漫。女人可不像你想的那般脆弱。为什么会扣血啊？奇怪，是他们的心法吗？大伙上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没有啊，为什么会扣血啊？那、我一直扣血了，真的扣血了，扣血 扣到都死掉了。为什么、是我装备的东西吗？还是 bug？ 好，没关系。好管，那就是熊天霸，当真是蠢如牛马，老子便来一脚踢醒你。但看熊天霸大斧一掌，却给敖广一个倒药劈过，砍进了甲板。敖广趁此良机飞身踏上斧柄，回旋一踢，立马将熊天霸踢放在地。公主，他妈的，再来！还瞧不出来，你的火药给我脚冒风都贼人杰尔，你是帮还是不帮？你若无意帮忙，老子就愿意踢进海里喂真正的鲨鱼。你说我是真的吗？假的我还救你一命吗？还是咱们给咱们听好，咱们助风都抢回咱们的火药。贼人穿什么风都的服饰，听我指挥，别砍着自己人。好吧，你弄我还是那么听命于你。也好，老子这样踢进海里，这火药我风都自个回收，没了你海沙帮，也还有个霹雳堂能做买卖。他妈的，收人，你敖广敖，听风都敖广的指挥。你倒挺会对付这大汉的。嘿，不是一粒夫人，这是一粒夫人。这不就是混江湖的铁则吗？我打赢了啦！侠客的武学应对，小子们，给我收船舱！敖广，你放的说最好是真的。要是我没瞧到那些火药，舵主找到了，火药全在这，一箱都不少。哼，货竟然在这，你可带了营养？叫船回去，叫二弟再把营养准备好。是，敖广，这东海之上不是你的地盘，这哪是些贼人抢老子的火药？我要是知道，就不会和你在这话家常，敢冒充我丰都，哪来的雄心豹胆？这位兄弟，黄岛号冲昂时超爽的弟兄可是这些人？这个似乎不是这些人，上头有一位我认识的兄弟，出昂时才约好回航要喝得痛快，可是方才一直没见到他。哎，小伙子。那回不来啊！舵主，这是为何？这帮的人是从哪里拿到这身衣服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啊，阿成，你阿成啊！场上竟然没有失身，八成都已沉到海中鱼下的饿死了。他妈的，那些家伙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些人说着流利的汉语，肯定不是黑种罗网的人马。敖广，我。需要一些时间收集更多的情报，如果有其他的消息再派弟兄通知你。这次还是你最擅长的吧，我这头要派弟兄加强戒备，没准咱们风路之中还混杂这些假货。假货究竟是谁的人马？ OK， 医疗。为什么会有负伤啊？奇怪，闪避时魅惑攻击的人，
新工程化。好，成个档。所以这一集的主线关卡不见了。清晨探讨铁叉训练，我们再打探一下好了。现在是要威望吗？还是我们先全部打探？好像没有出现呢。他说需要一点时间。哦，这个对吧？真假龙宫。奥多主按照你的指示，他们就是不少。压制地本是这样压制地老壳，他们对突然发难展开攻击，请奥多主率众驰援。应该就这个啦。好，然后我们的原本的主线关卡已经消失了，是代表我们已经成功进入隐藏结局的部分喽。OK， 好，我们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频道的话呢，影片的左下方你会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右下方把铃铛给打开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个赞，以及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自己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